7月23日，忘川大 S 一怀上三胎，这也是她和具俊晔的第一个孩子，而且已经怀孕有2个多月了，引起无数网友的热议。随后有台媒致电大 S 的妈妈，向她求证事情的真伪， S 妈也是正面回应了这件事情。她表示，拜托动动脑筋好吗，怎么可能，她都大了，她现在的身体怀孕是无法负荷的，她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其实大 S 现在已经45岁了，再次怀孕的话属于高龄产妇，而且此前她就已经为汪小菲生过孩子了，如果再怀孕生第三胎的话风险会很高。随后媒体又询问女婿具俊晔的情况， S 妈也是很大方的谈起了具俊晔事情，而且对于这个女婿也是大加夸赞。她表示，很好啊，她现在努力工作忙着打拼，而具俊晔每天飞往国外工作挣钱，来给大 S 更好的生活环境。同时 S 妈还对汪小菲张颖依稳定交往回应表示，她现在跟谁在一起都很理所当然，她妈妈开心她开心就好，回答的滴水不漏，情商非常的高。最后也祝大 S 和具俊晔永远幸福。